啊，接 game 时光。那我们今天继续玩我们的看门狗。那大家都在玩二代，我却只在玩一代。那很多人问我说什么时候玩二代，因为我在等 PC 版的二代，我不要买主机版的哦，所以我就等 PC， 所以 PC 要到11月29才出，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开始玩这个看门狗二。看门狗和 GTA 哪个比较好玩？不同类型。哎，有车了吗？是不是？电话来，电话，有车了，有车了。约尔迪打来了，赶快，赶快，这是一代，这是一代。好吧，他们飞翔了。来到我们，我们已经破坏了那个伊拉克的那个总部啊，现在已经得到太多人了。他说现在不一样，我这个应该快要破关了，我在猜，玩到这边应该快要破了。感谢您的警告，他很超人。OK， 先来吧，可能要放个乖乖。有了，丁谷哥又打来了，可以搞音效赚钱。我现在找一台好车。哎呦，有了有了，我们传给他那个内容，我们从那个蒂夫特那边搞到的。你一起打电话跟公共讲广播里面讲的电话是同一个地方。好，好了好了，我们终于要去新的剧情任务了，布伦特厄尔斯特。等一下要走火，哎，对哦，我们上次是下车走火，哎。好吧，我们要去污水处理厂了。好，我们先找一辆车，我看到一台还不错车。好，我们赶快，我蛮期待它后面这边任务呢，在玩真的都还蛮好玩的，很多那种你要潜行，那种不一样的伤害别人哦，真的是很刺激。小妹，我的 Niki， 小妹 ，Let's go！ 哇，超帅的啦，这样子跳下来超帅。Aiden， 终于找到了。戴米还没有发现呢。前进时要小心点。OK， 我们要继续前行了。变沙堡，欸，很容易啊，很容易。好，我们一样也是要骇进这个区域，骇进网络找出 Niki。那现在你看这个屋子里面呢，有技能杀死狗浪两个狼，聘请收尾人负责私人保全。OK， 没问题的。我在雷达下害进去 ，OK。那我们现在要从这边进去，这里有个门，慢慢来。感应型的土制炸药，太好了。OK， 那边可以害进，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害进，这个是 Niki 吗？真的耶，找到 Niki 了，监视器。我们必须撂倒这一个私人的人。那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门可以让我们弄过去，好像可以直接让它爆炸啊。Bonga， yes， very good， 害进了，害进了，害进守卫的手机。然后我这边还有哪里可以看到吗？有了 ，Niki 接电话 ，Niki 接电话，你老哥来了 ，Niki， it's me。刚刚的守卫他爆炸了，都开门个二年的一哦，对呀，啊，就还没那个啊，还没破关 ，OK， 那里有一把枪，捡起来。我教音乐的，很简单，你只要扣扳机就发射了。来了，是哟，还说你不会用枪，一枪就爆了他了。Shoot him! I shot him. Listen to my voice. OK. I think I killed him. Niki, listen to me. 好了，来，不要慌了，不要慌了，再不走，你的命呢就没了。OK， 我们现在要引导 Niki 到车子上面，那我相信这边有监视器了，没错，就一往的这个走向，那么要告诉他，因为这边有那个，哇塞，有很多人呢，欸，这边有一个监视器，这边可以移动，先中断他的通讯好了，然后我叫他来移动来这边，移动的过来嘛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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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这个基因也太笨了吧，可以爆炸他吗？我就先不要爆好了，那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走。他现在有点背向他，我应该可以走过去。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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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要被发现。Go go go 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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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监视器移动。我现在人在哪里啊？先来这边，先停用增援，然后先躲来，好像整这边啊。Go go go go， Niki go， Niki go。不要被他发现
啊，伊甲卡着。我以为他会爬过去那一个，然后不被他发现呢。好吧，再来一次。我先看他们其他的路线好了。啊，那难，先分散，分散没问题。快快快，来这里，来这里。木。Let's go， 这里。Go！不要发现，再走。下面是不是也可以走啊？先移动到这里好了。好，这边。是不是可以啊？这边可以走啦。先停用它的增援，然后走这边。Okay，move。货柜里面可以走，我也不能走的啊！糟糕，动到了。来了一个，糟糕了，怎么办？现在看看它可以停用增援，然后另一个又被发现了。我先看一下这一边的好了，看哪边还可以让我躲藏的。这里主要这边有一个，然后。我如果躲过来这边会被这些人看到，先引爆他好，看他会不会死掉，然后待会趁机赶快过来，结果他把啊 ，What the hell？ 他把车炸坏哎，这里有门啊。天哪，好扯哦，好难哦！我回去看他原本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过去帮他？我可以过去帮他吗？这应该比较快吧？我直接来了啦，艾登直接出马了啦，好不好？这样比较快嘛。OK， 对嘛，就是这样子才对啊。我们从这边进去好了，不用指引他，我们直接去救他。可以上去吗？这边有。Come on, baby， 还是要艾登来。我先看一下敌人在哪里。拿出我的特战手枪。这边目前前方有两个人。小心不要被看到，我应该先上去摄影机，然后把所有的人呢的那个增援都弄掉，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停用增援，中断通讯，然后每一个都弄一弄。这边的我再看一下，这个也中断。OK， Let's go。他来，敌人来了。就水就是安尼。给家先不要讲话嘛，我在打架。哦，差点被发现，差点被基因发现了，糟糕，他来了。小心，这个要进去，我觉得进去一定要倒，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有那种盔甲状态。Go! Don't come back till you find it. Keep searching. Sweet. 慢慢来，一个慢慢来。碎！就是这样子嘛。慢慢来。我进来了。先去把那个挂掉，先回到 Nikki 那边。慢慢来，
这一这一这一。现在还有四个人呢、欸，我可以先去跟他讲话吗？我看看 ，Niki 哥哥来了，看来是不行的。我们可以把所有人杀掉之后，再把 Niki 引导过去啊。看来是这样子会比较简单一点点。我慢慢过去了，前方有两个人。OK， 哦，这个是装甲了，这没那么简单了。我等他过我旁边的时候，把他撂倒。他来，他来。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我忘掉不倒他还怎么办 ？Don't relax just yet. Found him. Yes. Yes. 就是哦，糟糕，谁？谁啊？呜呼，呜呼，妹妹，躲起来，躲起来，我痛哎。哦哦，在哪边？在哪边？他在哪边？既然都开战了啊！碎 ，kill 了 ，kill 了，真远了，糟糕！糟糕，又有人来了，没事，真什么远？哦，天哪！还有哪里？还有哪里？快走，快走，快走！我不想前功尽弃，快死了！我快死了！我快死了！快死了！旁边有一个，快死了！艾登一出嘛，差点就嗝屁了，真的，差点我就变屁了。旁边，旁边，还真远！我的戏啊！躲起来，躲起来！哇、哦，差点嗝哎、欸！他们都超会，我应该用一下大停电哦，干扰通讯一下。有红外线，红外线，红外线炸边，炸边 ！I see, I see。碎啦，就是安尼啦。OK，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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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Niki， Niki。I see you。哦，你跑很快嘛，像刚跑不过去，我不信啊！比我还知道路啊！我要进，我要进！啊，不在我啊？怎么不在我嘞 ？OK， 我们要逃离这个区域。糟糕了，糟糕了 ！Nico， 忘恩负义的家伙啊！先把枪收起来，先把枪收起来。他说他已经溺死了，没有，所以我们要去找小杰，是不是 ？OK， 耶、yeah, ，完成了，小 man， 所以真的这样比较快了啊、哦，任务完成，太好了，好吧，我们算顺利的把这个 Niki 给拯救出来了，所以代表他也没有被绑住，我们可以比较无视激战的是去打这个敌人了 ，OK。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的看门狗先玩到这边，那我们会陆续赶快破完，等到11月底的时候电脑版出来，我们就会继续玩看门狗了耶、yeah, 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按个订阅，我们下次再会，大家拜拜。